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Sky 王老师。下面看视频的标题呢，还是有所了解的哈。好久不见各位。那么其实在这周一周二的时候呢，我去了趟伦敦。去伦敦干嘛呢？要做两件事儿。对，第一件事儿呢，就是我要去看房。对，就因为我下半年要去伦敦住，然后下半年我的室友就是 Max， 所以呢我们两个要去看看房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呢，就是我们两个我去他家做了一双 Air Force One。 然后我对于这一次的这个 R2 Max 出品的，我非常非常异常的满意，所以呢我就决定把这个整个的制作过程展现给你们看，然后让你们用很低的成本吧，然后很短的时间就能做出一双超级无敌爆炸帅的 Air Force One。 然后如果你们准备好的话，那咱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Hello， 各位。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我们已经来到了 R2 Max 工作室，这位就是 R2 Max 主理人 R2 Max。Hello， 大家好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又见到各位了。我们来前来此地是有目的的啊。首先呢，给大家展示一双鞋。这双鞋，首先可能你们第一眼看上去会觉得这双鞋怎么那么奇怪，好像有点腐烂了，挺埋汰的。但是实际上呢，我觉得非常帅，因为它是一双普通的 Air Force One 上了一层白浆，然后呢它走路走路就是能有那种斑驳的感觉，我觉得这个挺有范儿的。所以呢我就整了一个这个是当时在 I'm Clothing 上买的 Premium Air Force One， 然后呢我就想让 Max 帮我操作一下。但是这次是不是你指导我来操作？这次全程由 Sky 王自己操作，我来负责指导。那我这个不会出什么失误吧？不会。那么其实看了刚才的内容呢，我相信你们应该大致心里有数，就是我们想做一双什么鞋了。 Max 那双鞋呢，实际上它是用了一双最普通的低帮 C 级纯白 Air Force One， 然后在表面先涂了一层黑漆之后上了很多白浆子，等白浆干了之后，只要它一穿那个鞋，鞋面就那个白浆就会裂开，显示出里面的黑色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其实最开始我看他做这双鞋的时候，我一度觉得他可能是在学这个 Magella 的那个匡威，因为那双匡威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它是底色纯红纯蓝的匡威，然后呢它上了很多白浆，这么一穿你长时间穿着，外面的白浆就会掉下来，显示出里面的原本色。对，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感觉。但是后面 Max 跟我说，其实他是看了 A Cold War 那双低帮 Air Force One， 然后才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，想去做一双。不管怎么样吧，反正我是肯定要做一双的。其实真的我觉得超级帅。那所以第一步咱们先把鞋垫拆了是吧？对对对。就我把这个边糊上是吧？对，但是你不要糊到那个鞋的面上。哇，这太难了吧。你可以把它撕成小段然后贴吗？那我能不能内衬我就要黑的？那有点埋汰了。把这个面儿拿胶条给糊上，要不然的话它到时候喷漆的时候这里头内衬也都染上了，就不好看了，是不是这意思？嗯，整挺好。好，那就准备开始了。开始，我去给你拿个，有点紧张。因为我呢是属于是那种手中级笨的那种，所以呢，如果我这次成功了的话，你们可以在家试一下。你把这东西拿。所以我这么喷是吗？啊，对，行吧。不用太。你有没有什么就是喷前指导之类的？就是说，我给你先演示一下。很简单，明白了吧？就这样。对，就这样。我这么喷行吗？不会粘到你这上面吧？不会。
那不要哎，不要太不要太就是这个东西会堵，你要竖着，对，尽量竖着，不要久这么喷，对。秃子别吐槽，对，还真堵了，真堵了，给他弄坏了，给他弄坏了，不是。坏不坏无所谓，今天工程就要耽误了呀。啊，他这个堵是死堵吗？对，死堵。我之前有一瓶就堵住了。这是干啥？捅一下呗。真假的？真的。插的。太粗了吧？可以。你踢我干啥呀？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通气儿了。你别动，你等我给你套塑料袋，我给你套。他已经喷出来了。别说塑料袋，我不喷出来点。喷到他看不见从哪儿了呀？哇！我怎么幸亏跟你说套个袋子？没错，慧姐。看麦克的戏。他主要他讲解挺带感的。Max 的鞋，好看吗？下期视频，下期视频选他。下期视频选他，选他。我们现在要等这双鞋外面这层黑漆干掉之后，我们再 在外面上那个白浆子。不过今天要等这个鞋干的话，可能够呛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明天过来把这个白浆子上上去。再次挑战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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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装到柱子了。Hello， 各位，那么此时此刻呢，已经是十点多了。我跟朱子来到了我们的酒店，已经 check in 了啊。果不其然，又是双人床，大床，懂自然懂啊。然后明天呢，我们还要再待一天，不过晚上就走了。明天的计划就是。把那双鞋给安排了，把那白浆子一刷，然后等它干了之后，看看我能不能拿走，这是一件事。再一件事呢，就是我要来看一看我下半年要住的房子。明天约了一个中介，能带我们去看看房。明年我是跟麦宝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还会加一个珠子，但是得看珠子的分了，好吧？就是我跟 Max 还有珠子，然后看看房子去。这大概就是明天的安排了，好吧，我现在还挺困，我们准备要休息了。明天见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我才带明星的脸。终极相反，就辣椒二斤条，哇。Hello 各位，那么此时此刻呢，已经来到了第二天。朱子昨天睡得好吗？还不错。七点钟睡的？七点钟睡的。我九点。你九点钟才睡觉？有点牛，熬夜冠军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过来继续完成昨天的任务，给大家看一下昨天那个鞋。这个干的程度是不是已经 OK 了？嗯。但是还有点粘啊，摸着。就是粘嘛。它就是粘的。因为它皮质上的热气都已经。可以。所以咱们现在就是要刷刷白浆子。
我们现在这个差不多干了，我们准备要开始第二轮了。Hello， 各位，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我们第二遍已经刷完了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，基本上已经看不到就底色那个我们之前喷的那个黑色了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可能再刷一遍，然后等它彻底干了之后呢，它就走一走路，它就会有那种斑驳的感觉，就会露出渐渐的露出黑色的底色，还不错。你过分了，主人。野兽准备上最后一遍漆了，这个第二遍漆感觉有点没干，但是赶紧刷吧，刷完完了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这个就大功告成了，然后就要等它去真正的去晾干之后呢，可能再往上喷一些黑漆，就有一种有点做旧的这种感觉。然后到时候等它彻底干了之后，我一穿，脚一窝，然后它那个裂痕就那种腐烂感就出来了。这大概就是这个的整体做法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出去去看一看下半年我跟 Max 的闺房。Max 一会儿去那边要给那个给你看房那个人上一课吗？给他上一课。然后他一看就是个老师。有说法吗？没有。Hello， 各位，我们已经回来了，看房归来。我们觉得那个房子特别好，但是呢，他那边那个房东要求我们，因为我们是九月份才会真正入住，但是他想让我们八月份就开始租，所以呢，对于我们来说就很不划算。所以我们打算再观望一波。鞋已经干了，一会儿直接再喷一点那个黑漆，稍微喷一点就 OK 了。可以可以可以，那个这样可以。虽然写的没有那么就是像郑恺啊，但是就看着就很该头的那种感觉。那么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在我手里拿的就是这双 R2 Max 出品，由我自己亲手操刀制作的 Air Force One。其实整体效果我觉得还是因人而异吧，有的人可能喜欢这样的，有的人不喜欢这样的。但是要记住一点呢，就是你们可以遵循着就是 Max 的方式去做，但是选这个胚子这个鞋的时候要注意一下，如果你想要那种裂的非常狠的那种，你就去选 C 级，就是最普通的 Air Force One。 那双纯白的 Air Force One 呢，它皮质比较硬，所以说它能一下就出来那种裂开的感觉。如果比较喜欢我这种感觉的话呢，就去选 P 级的纯白 Air Force One， 这个皮质会相对来说软一点，它就不会裂的那么夸张，你知道吧。所以呢，有些人肯定会问啊，看视频肯定会问 Sky， 你既然要涂黑，你为什么不直接买一双黑的低帮 Air Force One 呢？如果选黑的的话，那内衬也是黑的，对吧？而且鞋底也是黑的。再一个就是它就没有那种很斑驳的感觉了，因为喷漆毕竟是自己喷那个黑漆嘛，总会有一些地方没喷到有那种效果，所以就最好还是用纯白的 Air Force One。你们可以按照这个方法去做，做完之后呢，我其实还是挺期待你们去做完之后的效果的。做完之后发微博艾特我，艾特 R2 Max 好吧，然后 Max 的微博在这里，我们看看你们的效果。对对对，这个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。然后在我旁边呢是 Jupiter， 还不错还不错，
说个题外话啊，嗯，上期视频的反馈你看了吗？我看了好几遍，好像还不错，就比较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，是吧？对，大家还挺爱看咱们这种题材的视频的。没想到，没想到，我们做的时候其实一开始还怕大家觉得无聊，嗯，所以要不然再来一期？可以啊。那我会选什么题材呢？哇，这题材这东西真的太难想了，慢慢来吧。呼哈，我的牙刷找到了，嘣呀，我的灵感找到了。反正无所谓啊，就是反正你们爱看就行，然后我们再好好的思考一下下期视频怎么做啊。这大概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然后如果你喜欢 Sky 文化，不妨点一波关注，投个硬币，一键三连，懂自然懂。然后还有什么要说的？没得要说了啊。好吧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我是 Sky 文化，拜拜。